看看新闻网。话说这个谢霆锋和张柏芝呢离婚已经有两年多了，那谢霆锋呢前一阵子是绯闻频出，而张柏芝这边呢是一直带着两个孩子在游山玩水啊。对，就是两条路好像越来越没有交集，就在大家以为他们可能真的是彻底分开的时候呢，事情他又峰回路转了。谢霆锋、张柏芝、Lucas、Quintus 一家四口一块出游了，这应该是好事儿啊，来看一下。从照片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张柏芝一身休闲背心搭配红色的运动短裤，带着小儿子 Quintus 在街上悠闲地逛着。可是我们再来看这一张照片，照片中的大人虽然头戴棒球帽搭配黑色太阳镜遮面，不过从轮廓和身材不难认出这就是谢霆锋，身边的小朋友似乎有点像他的大儿子 Lucas。 这爷俩这身休闲的打扮俨然一副度假的架势。让我们再把两张照片放在一起再来看看，虽然两张照片上有明暗的差异，但是可以看到两张照片远处的建筑物和植物却极为相似，甚至可以判断就是在新加坡的同一个街道拍摄的。无独有偶，当天另一名网友就在微博上爆料称，自己的老公在新加坡吃饭时撞见谢霆锋和张柏芝带着两个孩子在一起，甚至还有一名网友在微博上晒出了和张柏芝的合影。这么多巧合叠加在一起，实在让人有点兴奋呐！难不成谢霆锋和张柏芝此次举家出游是两人要复合的节奏吗？毕竟两人有两个儿子作为纽带，真的复合也不是没有可能的。网友们已经早早的为这一家四口送上了祝福。娱乐新天地，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编辑报道。